好 ，Physics 2013嘅 Paper 2 B，Atomic Well 第五條，咁啊又係 energy 喎嚇，又係個 energy level，hydrogen 咧就由個 excited state 跌落去 ground state， 問你下面邊一個 form 係唔會 emit 到嘅？呢個咧其實以前考過嘅，就問大家咧個 range hydrogen 嘅話咧最勁嘅 ionization energy 幾多？記唔記得？记唔记得啊？系13.6 EV。咁其实你要计一计啦，13.6个 EV 即系出到嚟系乜嘢咧？13.6系成个步骤里边咧最劲嘅 energy difference， 就13.6 EV。OK， 咁啊，如果真系要攞个计数机出嚟笃嘅话咧，13.6点样变翻做 frequency 或者 wavelength 啊？点啊？系乘定除啊？是除的，除回個 Pine Constant， 除回個 H， 那當然你就個 E 啦，你要把 13.6 個 EV 個 E 呢就乘回的，除回個 H 就會變回做 Frequency， 但是 Frequency 我們不是很熟什麼除回個 H 乘回個 E， 因為 13.6 個 EV 來的嘛，個 E 是要乘回 1.6 乘20的負19次方，但是啦變回做 Frequency 大家不熟，什麼熟一點啊？Wavelength 會熟啲嘅，點樣將 frequency 變翻做 wavelength 啊？俾光除翻佢咯。好，考一考大家記唔記得啲嘢先 ？Visible light wavelength 幾多？錯，記錯咗。400至700咩啊 ？nm 即係十嘅負九次方，或者你記4至7十嘅負七係啦。Infrared 應該幾多啊？大個定細個？点啊？大过700，啱嘅，因为红光 frequency 弱啲 ，frequency 越弱 ，lambda 就越长，大过700 ，ultraviolet 细过400，加埋咧？超大大过咩？即系大过700，明唔明？系 frequency 超高 ，lambda 超。細，因此佢應該係我夠知啦。而家講 lambda 應該係4定7，大定細，細過400，唔係細過四啦，即係 OK 點啊？嗬！而家問你啦，係唔會 emit 嘅呢個其實咧應該估到嘅，答案係咩啊 ？A 咯，係咪啊？係咪係咪啊？居然都死咗咁多人喎，64啱啫喎嚇。OK， 得唔得啊？咁啊，死咗好多人，但系其实点解会死咧？唔系，一系就咩咧？一系就死伽马，一系就死 infrared。其实应该答 A， 一系答 C 嘅啫，冇可能死中间噶嘛，除非你连个 order 都唔记得啦，系咪？咁所以呢条咧就应该冇，应该唔应该咁低嘅，得60几%啱。